舒服啊。第四，打两场，打两场，两场。喂，然后身材都高高瘦瘦，180，差不多180。教练啊，我教练，我是你的演算是，算是，但是没有很长，没有像他们小学生每天都打，一个礼拜一次，一个礼拜。哦，对，七点半。哦，也是哦，你们的就是像个人班，对，个人班是一个礼拜。好处就是不会那么无聊。哦，对啊，教练可以依照你的例子。打团体班就是你要做到他的一致嘛。哦，对啊，我觉得我们之前那个团体班就是，例如说都是稳的，就是例如说一起啊，六七个，然后这六个人打完，然后可能只有两个人留下，然后后面就补全部是新的这样。程度都会这样，对吧、啊？就很无聊，差很多，而且就你就觉得打到后面会比较腿疼，在那边交朋友，比赛交朋友啊？比赛交朋友，
就那个、啊，我们今天早上跟他打的。哦，那个。啊，好快、啊！螃蟹走路。动作很硬，但是手超快，反应很快。
台北动物园。Thank you.
啊，你说。球距离我面那个球有点远，他应该要到过去。那不可能是这样。他确实是要往的，但是因为他距离，对球距离他很远，他应该要自己到过去。就他没有。Thank you.